FM 20999，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如何透过有效的策略改变原生创伤，
或改变自己在同温层里面养成的不安习惯。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写字的一个过程哦。很多朋友问说，老师，我没有毛笔啊，没有书法用具，那我手边只有这个很方便的人会笔，那我要怎么去练字呢？我又不喜欢买这个很高档的手账本，我只想练习。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已经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的教具，这个材料或者是工具笔。那今天要来示范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进阶的练习自己掌控墨水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今天我们使用的是 Pentel 的柔绘笔，来使用的是宣纸。那这个宣纸呢，事实上比你的手账本是便宜非常多，好，因为它是9×88，8×8公分，然后大概是 A4 的规格，这么一大包才96块钱哈。那如果你可以的话，透过宣纸来练习也是蛮不错的，一本练习一个暑假是刚刚好。那我们今天是四字格，四字格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常常想要让我们的字端正一点，但是我们没办法很端正，所以透过格线来帮助自己。可是在手账本里面有个缺点，就是像我使用的手账本是米字格，那其实应该是方块格。那方块格你要自己去看你自己的一个正常大小。好，那像我已经写到可以自己自由控制我的格数，可是有的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要一点描线一下可能会比较好，所以就会想要去做很多的练习哦。那我认为就是花时间在盖线上面其实是很不舒心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在写的时候就是快乐的写，所以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就是大家如果想要进阶的，我现在谈的是进阶的朋友们，好，初阶当然是可以练习，但是如果你是很容易产生难过然后指责自己的人，我建议你还是在这个计算纸上、阅历纸上来书写。这样子的一个方块格，它就是书法的方块格，但因为我们的墨体字没办法写到那么大，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它的格数，我们来先做画字的练习。那我们握笔的方式都可以是以写字的一个正常握笔，不需要毛笔字，但是你在下笔的时候，因为它会很快的晕染开来，所以会控制你自己下笔的力道，也就是有一些伙伴一直轻重笔没有很清楚。好，自律老师呢发明出来的就是1:1的教学，那今天公开给线上公益课程的朋友们来练习。好，本来1:1含金量的课程为什么要放到这个公益直播呢？因为有一些问题啊，哈，就等你付费了再来问我已经太慢了。那有些人是没办法付费的，那没关系，你就在公益课程今天有听到，这是一个缘分哦。当你下笔的时候，重笔的时候，你就收笔，所以你可以看到墨水晕染的感觉，你自然就会去练习粗细笔的强弱哈。那绿老师就点到为止，接下来呢，师傅带进门，那自己呢各种滋味好好的练习。我还是要谈了，练习才是不二法门。如果你一直只是在某个 moment 很开心的写了一个小时，可是你可能就休息了一个礼拜，好，那你的手感还是没有进步的。就像体育选手每天啊他都要练跑，就像瑜伽每天都要拉筋一样哦，这是每一天都必须要做的。那四字格怎么练习，就现在先听歌来看绿老师怎么运用它。白波看世界，
好，我们四字格的练习呢，就是你找到四个字，排列上面的组合呢，由你自己看这个字的大小，因为有的字比较胖，有的字笔画多，有的字比较圆，有的字比较方，所以其实四字格的练习是进阶版的，就是个性字、墨体字、艺术书法，不管你叫它什么，它就是一种排版的练习。那每天给自己15分钟，在四字格里面找回自己想写的字投射的心情，事实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练习哦。那你听着歌，从歌词里面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好，那今天一开始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推荐给我们的朋友们，希望你会这个在这样的一个练习当中找回自己，安顿自己，然后最重要的是写的时候要非常快乐。如果你不快乐，那我不建议你跟我的课，因为我不是在训练一个书法大家，也不是在训练一个艺术大师，我在引导的是一个能真心的为自己做点事的人。在这个世上受苦的事太多了，如果连写字都要让自己遭罪，那不如不写，这是我很简单的想法。加油。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活了四季，心动了几个世纪。这些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霜雪落满地，风吹乱乱四季，但地球忙着自转，只有你我栖息的星系，有微光就是你，是我逃离引力，设下相遇伏笔。准备好了吗？我戒不掉你，像戒不掉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这寂静清晰，浪漫是你一生的赞美。只想被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了几个世纪，这些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没了。好的，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这首歌在抖音上面是非常红的一段歌词哦。不管你吹过谁，吹过的风哦，风总是无疾而终，所以呢，你应该为自己
做点事。那最后的示范是你可以突破框架，然后去写一个长幅、直幅或横幅的方式。那这个时候你的笔可以放松，好，放松的时候你的字就会变得比较潇洒一点。所以有时候不要太乖哦，我们局限在四格里面久了之后也是可以突破框架，但是要记得基础功练好。如果基础功没练好，你就又反倒被这个字所绑架，你会说哎呀我怎么写不好，哎呀我怎么好像差那么一点。我们可以自我要求，没错，我们可以慢慢的改进我们自己，这都很好。但是如果在每一天的练习里面你得到的不是一个非常就是松的心情，心不松，身不松，体不松，在不松的情况下你就会越来越紧绷，紧绷有堵塞，你的情绪就会起落很大。所以我建议所有的朋友们在练习我们的这个软笔字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是不管写出来是什么样的字都要好好的去欣赏，就算是一个歪掉的字你都可以用欣赏的角度告诉自己说，诶，下次我这边可以如何比较不歪。因为其实字跟你的硬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的硬笔字呢已经长久以来已经限制了你的软笔字的发展。好，所以如果你真心的想要改进你的软笔字，你就要打掉重练。好，不要再用固旧的方式。那相对的回到心理学的投射里面，你真心的想要让自己再前进，再改变自己，那你就要放下你自以为过去对你很好的一些所作所为。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二阶段是要让大家来练习一下我们在这个家具里面谈到的几个观点。因为我认为呢，听过一次可能你还是不太懂去操作它，那与其懵懵懂懂的不懂的操作，不如真真实实明白的操作。所以不要不懂装懂，不懂装懂是最恐怖的一件事。很多老师不懂装懂教学生就误人子弟，很多的学生不懂装懂然后去考试，然后就现实无情的打击。在社会上很多人不懂装懂然后就误导了别人。回眸不忍一人走，独自登高楼，笑问为何情字最难求，不知不觉这种时间又过了几个秋，如今少年已白头，我素问可曾去守，恨江水悠悠人去楼空，夜半不能休，凭栏与吞云，年半如今风半如我后，原来清风不尽依然这人间，何愁只能看月如钩，半生情心半生不久，爱似覆水难收化作一缕相思遥，凭栏与吞云，年半如今风半如我后，原来清风不尽依然这人间，何愁只能看月不知不觉这种时间又过了几个秋，如今少年已白头，我素问可曾去守，恨江水悠悠人去楼空，夜半不能休，凭栏与吞云，年半如今风半如我后，原来清风不尽依然这人间，何愁只能看月如钩，半生情心半生不休，爱似覆水难收化作一缕相思遥，凭栏与吞云，年半如今风半如我后，原来清风。